去年十月，苏红和你用22节车皮运苹果，手续不全，没运出去，两人断了关系，你安然无恙，苏红赔了个底儿掉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废话，我订报纸啊，我每天都看报。哎，咱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呀？啊？我要拉丝。对呀，关心国家大事儿。弗拉基米尔，劝您呢，还是少来这儿，省得给自个儿找麻烦。您说呢？嗯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我服了，我服了。我走啊，站着！哎，你是想干什么呀？还想搞点涉外事件来呀？我是居委会主任啊，本居委会的安全问题我得负责呀。他是偷东西了还是打人了呀？他就不该来酒馆。这归你管吗？嗨，回去看看你的工作职责。本小酒馆不希望发生任何涉外事件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徐瑞珍，你我什么呀？我你想领导我是吧？哎，本来就是他领导你。要不要我给李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呢？范主任，我说句公道话哈，您这个主任来的那都是慧珍帮你干出来的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那弗拉基米尔根本看不起你，人家慧珍一来就把他镇住了。你回去啊，还是好好看看报纸吧。我看没错，居委会主任的水平还真不如慧珍呢。干啥呀？干什么呀？起哄架秧子，不可理喻。走，咱回家。什么玩意儿？走，谁有事都甭求我。行了行了，别起哄了，以后人家还怎么来小酒馆啊？啊？你们居委会没报纸啊？不读书不看报，您还敢跟他徐慧珍叫板？你知道他好这个还去碰，丢人不丢人啊你？你有事别冲我撒啊！我不冲你冲谁啊？这居委会主任就这么下不来台，他走了。这我以后还怎么去小酒馆啊？大前面那么多酒馆，去哪家不成啊？废话，我就好这两口，我是个女的，别的酒馆我敢去吗？那行行行，赶明儿我给把面子挣回来不得了吗？就你，我等着，我看你怎么替我挣回面子。慧珍姐，慧珍姐，有事儿啊？慧珍姐呢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慧珍姐。范主任带人来酒馆查账，硬说是咱们的账目有问题。得，这当官又当小人了。是啊，又跟以前一样了。慧珍，范主任说咱们账目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不急，先坐这儿，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清楚。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，有话直说。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，我这是工作。行，工作，哼，说吧。去年1月1号到1月15号，整整半个月的收入，没入账吧？哎，干嘛这是？回去看孩子去。你站住，还有你事儿呢。我就听我老婆的，只有她一个人说了算。黑，黑什么黑呀？我们家孩子没人管，你去啊。这下面就是他的事儿。窝脖进酒多少钱进的？账上有。这账上写的1块钱一斤，进价应该是7毛，卖1块钱，差价3毛钱，这怎么写8毛钱？真是哈，你这么说他贪污喽？哎，不是的，您少擦嘴。我问你们了吗？还有呢？前年年初有一笔700块钱的往来经费，怎么没入账啊？还真是。
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呀，就这三笔就够你吃劳改饭的了，还有吗？吃劳改饭啊，那可不能吃。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过关呢？哎呀，这个有点难呐。都知道啊，我范金友啊，铁面无私，这个东西就甭想过关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告诉李主任。知道你还问我呀？你既然都想好了，你还告诉我干什么呀？你直接告我们两口子串通一气，贪污公款不就得了？得嘞，那倒干脆了。把这个签了，给他笔。我这一签字儿，是不是就铁板钉钉了呀？怎么了？不敢签了？在这儿签。不敢签是小狗，不就吃窝头吗？行了，你走吧。走？往哪儿走啊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告诉李主任了，他就在来的路上。算你狠。对付你这种人就得狠。哟，李主任，来，您坐。这什么事儿啊？非得让我来一趟？您先坐啊。李主任，我给你说。因为，啊，李主任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是按照工作安排吗？咱们要对街道所管的所有公司合营企业进行查账。嗯，这查第一笔就出大事了。您看看啊，徐慧珍和他丈蔡全吴串通一气，贪污了公款2000多块钱呢，是不是？人都认了，字儿也签了。哎呀，你签的字？我签的。那就说明你认了。承认。哎呀，2700多块啊！那你应该知道这够什么条件吧？知道，知道你还这么干。哟，李主任，您也这么主观呢？您都不愿意听我说说呀？好，我还真想听你说说，说吧。范金友刚才讲的这些款项，您看看是不是在他当工方经理期间呢？范金友。这个账本以前你看过吗？我没看过，平时不让我看账本啊。真是无赖，哼！李主任，您看的啊，他说的第一笔账，去年1月半个月没入账，让我们会计给你解释吧。去年快过春节了，范主任提出要给大家搞点福利，大家集体讨论，范主任也在场，一致同意用半个月的流水为大家买年货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最好别承认。你说这个啊，这个蔡全吴敬酒，何玉梅，你说敬酒的事儿也是当时你在的时候集体讨论的。蔡全吴为了降低成本，用了便宜的柴油不开票，然后就把敬酒成本涨了1毛钱。什么集体讨论了？我怎么没讨论啊？参加了，喝高了，还说让蔡全吴推着手扶拖拉机，这样就不用柴油了。对。这哎，李主任，您甭走啊，我的事还不明不白呢。爹，要徐慧珍赔礼道歉。赔礼道歉就行了，算盘珠子里扒了大嘴一张，这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呢？干什么呀？欺负人有这么欺负的吗？啊？